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土耳其当地的素食店 Doyuyo。 土耳其朋友说这个字没有很精准的翻译，大概是 getting full 的意思，姑且称之为来吃饱素食店。那我们直接来看看他们卖什么吧。我还蛮喜欢他的招牌的，很简单而且不会太老气。他的主食很简单，直接看图片就会懂，主要就是这四类，有薯条、炸鸡、沙拉、通心粉、汉堡、面包、肉丸排列组合，其实只差在酱料而已。关于价钱部分，它一份都在台币150以内，超划算，很适合学生。来点一个7号餐 BBQ 酱吃吃。这里有沙拉、通心粉、4块炸鸡、薯条、可乐，是个健康又罪恶的组合。它的炸鸡皮不会很厚，但很酥脆，而且吃起来感觉就是有腌过的，肉本身就很香有咸味。再来，通心粉是负责饱足感的部分，口味很普通，就是面粉垫肚子这样。最后我还蛮喜欢它的沙拉，配着垃圾食物吃感觉很健康。薯条的话算是正常发挥，没什么值得一提之处。汉堡的亮点一样是里面的炸鸡，其他的部分我觉得都是正常发挥。剪一剪才发现这集素材真的拍太少，但短时间内也没办法回去补拍了。主要就是想介绍这家土耳其素食炸鸡给大家认识，如果有去伊斯坦堡的话不要错过了。膝盖不能超过脚尖。来。